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，2022年8月2日。新特兰创英冠揭幕战上座记录，据 TalkSport 报道，新特兰昨天迎来重回英冠后的首轮联赛。超过4万名球迷涌入光明球场支持球队。上赛季，新特兰通过英甲升班附加赛，时隔4年重回英冠。昨天球队迎来了首轮联赛，他们在主场1-1战和高云地利。据悉，这场比赛一共有40,851名球迷涌入光明球场观战，创造了英冠联赛揭幕战的最高上座纪录。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。